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好行为原文是行动、作为、工作。天国的子民，他们的行为如同建造在山上的一座城，显明在世人的眼前，是不能隐藏的。属天的生命一定会通过好行为彰显出来。是的，就如同大布道家穆迪所说的，灯塔不必发射烟火来引起人的注意，它本身就会发光。天国的子民是盐，是光，不是做盐做光。天国的子民只要有正常的成长环境，属天的生命就能长大，自然就会活出盐和光的功用，不是做出来的，装出来的。好行为就是光。世人之所以不认识主，不肯信耶稣，常常是因为我们缺乏好行为的见证。基督徒的好行为和异教徒的行善、做功德的差别，不仅仅是目的的不同。前者是重生生命自然的彰显，后者却是为了赚取救恩，根本上是本质动机的不同。基督徒的好行为是要把荣耀归给神，而异教徒却是为了修自己。